虚幻歪曲了真实的存在，可虚幻却必不可少，因为倘若真的没了虚幻，现实一定会冷清乏味，而被歪曲的现实捉摸不定，就像这变形的窗影。当你那好奇的眼光注视它时，不知不觉，窗花的实体变得无足轻重，反倒去欣赏、玩味被歪曲了的真实。